这位大哥，他腰疼您真是不知道吗？朋友的邀约就是那么巧吗？您为您的女人做了什么？您图的是自己？不是。那您图的是什么？感情。谁的感情？我们两个人的感情。哦，两个人的感情，听起来好像都是您在受益哦。不是，互相受益。两个人为什么是让两让一男一女合起来？您说的真好听。您看您的女人在干什么呢？现在在哭呢。 在伤心呢。我知道在伤心呢、啊、你知道你做了什么？就是递一张纸就好吗？就擦擦眼泪就好吗？我递纸啊不是为了给她擦眼泪。哦，那是为了什么？那是别掉地下把地板弄脏了。哦，您还不是为了这个女人啊、拜托大哥，您能说点真心话吗？说点真正的让这个女人开心的话和做些开心的事儿吗？这就是看以后我的表现。我不看以后，我们看的就是现在。我再问您，您不离婚是为了两个人要在一起，为两个人感情吗？对，我确实为还是对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大姐，为了让自己的自尊有位置的话，真正能得到对方的感情的话，让自己强硬起来。如果真是他不能改的话，分开好不好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。